还在睡呀、啊？都不饿。哎呀，老婆，老婆，喂，干啥？做饭喽。太阳晒屁股喽。困死了，你干什么？我饿死喽。饿你就吃饭去呗。快点儿。饿你就自己做自己吃。我弄你做饭好吃，我做不好吃。做饭。嗯、做饭了，做饭了，快做饭了，快起来做饭了，快起来做饭了，快点儿啊！哎呀妈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你搁这拽我呀？我傻，我饿傻了，我饿傻了。哎、你看，肚子饿得像布谷鸟叫唤的，不咕不咕，我饿了。不够不够，我饿了。嗯、啊，你起来。起床做饭喽！起床做饭喽！呀、啊，起床做饭喽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让不让我睡了？你睡觉，我不得挨饿吗？哎，真是烦死。怎么能烦呢？你应该以这为乐趣儿，你想，哎呀，我起来给老公做饭了，那家脑门唰就放光了，人家跑嗖嗖的，老公愿意吃老婆做的饭，多好，对不对？好好好，去做饭，我成你老妈子了啊！哎，你看，老妈子有这么漂亮的小老妈子吗？哎，我躺着呢。我撵走你躺着。啊，你做饭我躺。刚才我本身就饿，这一叫你起床，完了就拽上了，我更饿了，我更困了，还累。老公，嗯，起来吃饭呀，我给你做好了。嗯，做好了。啊。哎，起来吃饭。哎呀，哎呀，可以吃饭喽。那。哎，等，哎，这是你做的。对呀，我现烤的面包。面包呢？那奶呢？奶啊！啊！你能先弄个奶牛给我挤出来吗？你啊！你说太对了，先找奶牛给你挤。嗯，不行，你做饭，我要做吃现做的饭。那不是饭吗？那叫早餐，那不是饭。那不就是早餐？现在不是早餐时间吗？早餐吃面包和奶，吃饭我要吃饭，我要吃饭，快点儿。你让不让我睡觉？不让。哎呀妈，你是不是精神不好？快，做饭，我要吃饭，做饭去，快点！哎，糊弄我啊！拿不喝面包，拿一喝奶就够你做碗饭，啊！快！我现给你烤的面包，你这……哎，你可拉倒吧！现牵了一头牛，完了现挤的奶，我知道，快点！哎呀，那你想吃啥说？嗯。你给我弄什么煎点牛排，煎两块牛排吃呗。嗯。